就是拿白色的色铅笔下去一直涂一直涂，它就会是白色的。但其实不是，一般我们拿的纸啊，通常都会是白色的纸嘛。大部分啊，比较不会特别去买
黑色的纸或是牛皮纸，像那种有底色的那种纸啊，当然就可以拿白色的色铅笔直接下去涂，那就真的一看就知道它是白色。但是如果我们是拿一般的白纸要下去画白色物体的时候要怎么办呢？总不可能就只剩下外面框线然后就说哦这个是白色，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啊，但是就是它就是只剩下框线了，它就是没有中间的东西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现在就来示范要如何画这个白色的花瓣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原图是长什么样子。那我要画的是下面这一朵花。我们现在要拿的颜色呢，首先呢，这种无色系的啊，绝对是首选，是这些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因为刚才说了白色不是从头到尾都用白色嘛，那我们是我个人啦、啊、是加了一些蓝色这两支，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用蓝绿色下去画，或是绿色的话，像我后面有一页就是用绿色画的，像这一页的底就是用绿色画的，那前面那一页是的底是用蓝色画的，看起来好像蓝色比较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咯。首先第一件事情，底色就是蓝色，所以就勇敢的刷下去吧。在刷蓝色的时候不要刷得太用力，就是让它肉眼看得见的颜色就好。好，然后再来看到旁边花的边边有一点白白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白色下去勾一下它的边。用白色下去勾边的作用，其实在于，就是待会上灰色的时候不要去涂到它。重点不在于填色哦，是在后续上色的时候不要去涂到它，让它可以继续留白。接下来就是灰色。其实画白色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在上灰色的时候不要上太重，尤其是越深的颜色，像这一支的话它就有点太深了，那基本上就会尽量不要用到它了，但是还是把它准备一下。那基本上因为这支灰色非常浅，所以还是先直接给它大片的刷下去，让它再多一层底色，当然也是肉眼大概看得见的颜色就可以咯，不要把它整个真的颜色涂得很出来。好，大片的颜色刷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来画它比较细微的阴影的部分。当然这个其实画白色蛮需要耐心的，因为会一个不小心就把它画太重，然后就整个就灰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真的有点太淡了，所以我用这个比较稍微深一点点，但实际上它也没有这么深的，因为这一款因为是杂牌的，所以它的上色没有很好，但是就是因为它上色没有很好，所以画出来就是下手再重它都可以被改掉。你看其实我画的有一点力道，但是它画出来还是这么浅。好了，那我们第一片花瓣就画好了，好像看不太出来什么效果哦。对，看起来好像还是没有画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先把其他的花瓣全部都画完。画完之后呢，再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方法。水仙花就完成了，但是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白嘞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加一点背景颜色，背景颜色就是把它再更衬托出来这样。那我打算加的是绿色好了，好，就三种绿吧，跟第一页一样。然后
那加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整坨加下去，大概看一下，把它想成就是光打下来影子应该会往哪里往哪里长好了，长。那我们就假设阳光是从这个地方下来的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它的影子应该会是在这一区，还有这边一点点。这样一朵白色的水仙就完成了。今天的白色物体填色教学就到这边啦，也感谢大家这么有耐心的看完这部影片，拜拜。